阿姐带你去洛阳，阿姐一定带你吃白米饭。站住！冥府有令，死者一律不准进入，以免传染瘟疫。没有死者。我看你背上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你可以过关，他不行。他没死。拿下！ 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小五，大胆，敢对官差动手！小五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小五。 浩多，你会笑吗？ 其实说角色嘛，说这个浩都这个角色，其实前期的戏份会稍微少一点，但后面会有一些。
所大事，要不你千万不要为儿女情长忘了守家。城外狼烟风沙，却染红盔甲，尽头是千军万马，马蹄声狂乱威势遮天下，江山如画不敌你风华。城外狼烟风沙，却染红盔甲，尽头是千军万马。魏书玉扶那个乐言下马，我当时是看了一眼他俩，看了一下他的胳膊，他们俩有身体接触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一个状态。我其实一直是把舒玉哥哥当成哥哥，被舒玉拒绝了，那个人伤害，那一刻是觉得我被所有人抛弃了，好不容易救了他，就对女孩子来说像一个英雄。就是只要我跟吴磊一同框的时候，我俩就是两个好像两个侍女一样，就是我们坐在那个各自的这个主人旁边，我坐在公主旁边，我是公主，你须得听我的。好，哎，别走。我的话你又不听了吗？好多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吗？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笑过，你不会笑了。太爱抱，这么好，我就感觉他在琢磨什么。看我真没变，我骗你。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找定荣了，怎么就跑了？老君，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刘谦的。无所谓，我不屑跟你。走，哎，别去那儿了。刚从那边过来，燕儿不在哪里。你们不要我了吗？为什么还不来接我？明日我去找。滚！滚在你的英明教导之下，你那义子早就说事情就说事情，别拍马屁。公主请歇息，属下就坐一次，不会离开。哭什么？